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呢要带我们家工具人来练等级啊。首先我先拉一下火车啊，有了王的 buff 火烧灵气，远距离加五啊，近距离加五，可以增加一点伤害啊。等一下，我的叶子是绿的啊，我先回去换一下金叶子。解除小号的武器呢，然后追打本尊，就可以在旁边吸趴树。那缺点是呢，会有好心人乱入。三个人一起练吸的趴树有点少，被分散了。我先送一个回家。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自动跟着你走，不管你走到哪边，就是打到哪边啊。再把武器拿掉啊，不然你会被自己打死。先介绍到这边，不妨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出去吧。没有订阅的，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哦！下次再见喽。